现在在哪里？我在探班一位我的好朋友。嗯，猜到是谁了吗？是一位男神，是一位帅帅的男神，是我曾经的好搭档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苏州喽。我们盼盼厉害了，男主角。啊，盼盼下来了，快点，迅速跟他讲，盼盼。那我们徐老师吗？你好壮哦。我现在体脂只有9%。你给我看看。你摸你摸。这是什么？知道欣欣和盼盼关系很好，可以跟我们说说闺蜜的那些糗事吗？她应该没时间吗？啊，我想说，可说吧。欣欣的糗事啊，欣欣糗事好多呢。欣欣在上海拍一年就是好多糗事。然后什么糗事？我们要把那个小秘密讲出来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等他等会急着拍戏，死忘光了吗？我叫你了，叫你了。我跟你讲，上次我去探潇潇姐班。叫你叫啥？白宇。哦，你叫白宇啊？我叫朱一龙。是个一个会火的名字。是。嗯，你不认识啊？王任泽。叫你了。啊，叫我了。嗯，好的。采访一下哦，欣欣哦，你觉得现在对大家都知道你吗？但你拍了上一个戏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对角色还是对演技，有没有比一年级更提升呢？当然有，但是提升在哪里？就是呢，因为我的《奇妙男友二》里面，他就是比较浮夸，跟我很像一个角色，但是后面有走心的。然后这部戏叫《资深少女的初恋》，她是那种比较接地气的，就是演一个正常的女孩。那你觉得这种女孩子现在是讨喜的呢，还是不讨喜的？我演的当然都是讨喜的啦。哪来自信？我们都长大了，就是不是会像以前那样子。那你头还是这么大吧？你头还是这么大。就是我们不会就是随便的，就是对啊，作妖了，不会说什么会叫对方胖头鱼啊这种，现在都不会叫了，现在叫美人鱼。叫你了，毕竟我们都是演过男一女一好的人。我们来扮丑。扮丑。嗯。哦，好丑啊！你看，其实我们扮丑最丑就这样了。对，最丑就是不能扮丑。你长智齿了吗？我能不能看看你啊？等一下啊，我没长哎。我拔掉了。你才长智齿，说明你嫩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只有在24岁还是22岁之前吧，才会长智齿。我都23了，你要不扇我一巴掌，让我看我痛不痛？好。不痛，你的表很痛哎。停了，我也跟你在一年级一模一样。我不知道，我还有呢，还有商学院。那我们坐一会儿就走了啊，我牙痛晕了。我们走了，拜拜，下次再聊。拜拜。还有脸？我来买药。哎，开门了。超痛，不是写24小时吗？怪不得说是24小时呢，是自助的吗？嗯。你看这有个大蚂蚱，快来快来，牙瞬间都不疼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蚂蚱，我小时候最爱抓的蚂蚱。这是大蚂蚱，我要不要把它抓起来啊？我小时候敢抓，现在大了怎么不敢抓了呢？我小时候抓了超多蚂蚱。牙好疼呀，希望我的手骨质可以快点好。
双十一将至，参加一些活动场所也会越来越正式，越来越多美美搭理不随之浮现，周围的姐妹也能拿礼服作为话题来聊天。请问美美搭星星是如何选择的呢？看，这款就是我们店里现在最贵的礼服。真的吗？我是不是特别的有眼光？大家快点一起来跟我一探究竟吧。